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late at night. I would like to just very much congratulate you on the amazing work that you've done. It's been incredibly impressive how you have been able to overcome so many difficulties and so many challenges. And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t's like, that's, it warms my heart, you know. And I tell people in you know,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cars we produce here are not just the most efficient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highest quality. I just feel like there's so much that gets accomplished. There's so much positive energy for getting things done. That's actually, I think, will be very important, not just for Tesla, but also for the world. I mean,大家想想看，说马斯克到中国来啊，有人给他计算过所谓的六个小时见过三个部长，他到他自己的企业好像是，好像是领导在视察别人的企业那种感觉，什么正能量这些词都学会了是吧？深夜到的特斯拉，上午十一点就离开了，这个他还不到十二小时了，在上海待了啊，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不应该在那里好好的这个自豪自豪吗？啊，背着手跟，你看曹德旺在美国超级工厂就背着手，啊，这车间里看一看没时间呢，走了，神奇啊！但是我觉得这家伙不好惹，知道吗？看起来一切风平浪静，你看他怎么对那个川普的，你看他怎么对那个推特的，是吧？推特可以说他用尽了手段对推特，我就知道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说他要收购推特，结果好长时间他不说这个事儿，让很多人买推特的人大呼上当。啊，他说买推特嘛，他上飞机之前他说的买推特，然后下了飞机，他那个推特股票都疯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他也不理这个茬。他为这个事儿就被调查嘛，啊，你说你买你怎么不买，啊，你操纵股市，你说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讲道理。他说买他就他变卦都不行嘛，啊，就为这个事儿起诉他嘛，结果就没有胜诉，但是没有胜诉，那个股市说给他派律师，啊，监控他的那个微博什么的，监控他的不是微博，推特什么的。啊，后边还有很多的斗争了啊，这是一个他对推特的，第二一个对推特的就是那个大裁员嘛，去了以后嘁哩喀喳把人都给开除了他，所以变脸很快。和川普关系很好啊，也变脸呢，他就说川普你不行了，现在有比你更厉害的，你别干了。他以前支持川普的，后来立即就不支持，所以嘛，哎呀，就是等他变脸的时候啊，怎么变？大家也忘得快啊！今天这个日子的这个事儿也都忘了，是吧？我天！有人说，那你美国总统来的都未必有他这么高的待遇。他是个本土的老板呢，其实啊，按道理来说，不就是你手下的企业主嘛，是吧？你公务员，你什么时候看得起这个企业主啊，是吧？都鼻子看这帮人，怎么对他怎么都超过总统的待遇？有意思。